想让我先转给他，然后说话不算话了吧？毕竟真的爱一个人，很难做到放手。我曾经特别恨他，甚至想象过一万种他落魄不堪的样子。可后来我才发现，真的爱一个人，其实特别简单。简单吗？他幸福，所以我幸福。需要有理想，有热血，从意气风发的20岁，到进不了退不下的30多岁。他一直在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个理想对他来说很重要。他需要一个更适合他的战友陪在他的身边，所以你和他一起打仗吧。好。我再赌一次。赌什么？赌没有了你，他会不会看到我？如果提案顺利的话，办完了那场我们都想要的秀，我会考虑辞职，也会给你一个答案。但在那之前，我们要齐心协力，我拿到你们的年标，给你们办一场我们俩拼命保护的秀，你拿到投资，我们都要赢一次，赢给别人看。你的意思是你同意吗？我觉得我的价值就是不停的创造，不停的改变，哪怕变得更好那么一点点，我也知足。现在繁星慢慢要接近成功的时候，我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哪怕现在繁星有一点点的进步，我都感觉到非常振奋。这可能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能帮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是我，不是你。不过能成全他的是你。爸，你觉得我应该把股份给他吗？怎么，以前连全部身家都愿意给他，现在虽然说是让出股份，但你所持有的股份却会更值钱了，你怎么反倒犹豫了？他惹你不高兴了？感情和生意你总得唠一下，得到的会比你牺牲的多，那就得去牺牲啊。万家资本领头的话，对你们来说就是一次大飞跃，你得给呀。苏总，你怎么跑天台上来打电话了？在公司，楼道和洗手间都不安全，谁知道会被谁听了去啊？对不起，我是警察。哎呀，脸怎么了？牙疼。郝晨石，你说，如果我把股份转给许阳，他会感动，然后爱上我吗？你可以试试看。他不会。其实你什么都明白啊。喜欢一个人真的好卑微啊。是啊，好卑微啊。哎，我想冒昧的问一句，既然都觉得冒昧了你还问？好奇嘛。你说你这么优秀，为什么就非许耀不可呢？这么久了，他从来就没有给过你希望，你怎么就没放弃呢？
喜欢他，想和他过一生这件事情是我想要的。我跟他说了，但是他有不同意见。没关系，那我就继续努力呗。只要他还没结婚，我都还有希望，不是吗？做你的情敌，真是太痛苦了。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什么事儿啊？哦，那个。进去说吧。坐吧。是想收股份的事吧？你的方案是什么？我听听。哎，我到底该怎么说呢？他喜欢我，如果我说出来，他会不会觉得我在利用他喜欢我这件事情占他便宜？可是公司的前途更为重要啊。我们现在应该把个人情感放一下，一起为公司的未来考虑啊。我到底要不要开口说这件事情呢？我没想到你已经全部猜到了。说吧，我想听听你的方案。我本来想直接凑齐300万。从你那里买，但是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包括抵押我爸那套老房子，甚至动用我姑姑的养老钱，还有郝晨时的存款，但是这些加在一块儿也只能凑够100万，所以我想着可不可以先给你100万，其余的我自己再想办法。说来说去，你其实是不想欠我的。我只是想能够快点拿到万家资本的真实合同。投资这种事儿拖不起的，可能拖着拖着就黄了。100万你不用给我，我也不缺，股份我先给你，算你代持。怎么了？没想到我这么做。不是，我没有想到你能够那么快做出让步。许耀，繁星是我和你的公司，我和你一样希望它有美好的未来。为了大局着想，毕竟我们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一起的战友。你如果真的那么想，那当然最好。你放心。我一定会给繁星一个最美好的未来。喂，阿姨。小豪，你没和张青在一块儿吧？没有啊。您说。我们张青呢，从小要强，但这回呢，家里是真的遇到事儿了。你看他弟弟还被关着呢，他不可能不管的。要么就是因为他真没钱了，不然他不会到现在都没给我们打钱。小豪啊，他肯定不好意思向你开口，你帮帮他吧。小豪，小豪。嗯。阿姨，
我在公司现在说话不方便，一会儿给你打。艾米。哎，郝总，怎么了？过来。买新包了。眼睛挺毒啊，这都看出来了。咱们公司不是马上就要做大做强了吗？我也给自己添几样好东西，以后出去谈业务不能丢了公司的脸。来，让鉴包高手帮你看看这是真的还是 A 货。你还有这本事？那给你看看。回家了。哎，别，咱们看个电影吧。哎。哟。赔钱！不是，咱俩这关系谈什么钱呀？回头我用胶水给你修一下就好了。你修个屁呀！你知道这多贵吗？郝总，咋样？不会是假货吧？真倒是真货，但你这包是旧的呀，你看看，这个划痕就很明显。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二手网站买的，你应该就是咱们这栋楼里哪个女老板不要的。我看挂了好多出来。哼，你这样，你把他卖东西主页发给我，我也去捡个漏。行，我发你，保密哦，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买二手啊。灯光效果怎么样？您放心，李总监，你可以先看看我们之前的酒会活动视频，灯光绝对是最好的。你们走秀啊，完全没问题。行，辛苦你了。哎，好，那我忙自己的了。好。好消息，神出鬼没的吓死我了。什么好消息啊？许耀的危机解除了。你怎么知道？我妈给我打电话了。许耀跟她说钱暂时用不上了。怎么了？不开心？开心啊。他能拿到投资了，我们这场秀就可以快速的呈现出来了，正好。我也开心，终于可以给张航找工作了。晚上我请你吃大餐吧，把张航叫上，聊聊他的工作规划。好呀，走。你把钱还给苏毅，还有，晚上一起吃饭。走啊。走啊，走。吃大餐，我定地方。张青，你什么意思啊？对我挥之则来，挥之即去的，是你说我是你男朋友的呀，你得负责呀。对不起，我这几天我心情不好，你就让我自己冷静冷静，等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捋清楚了，我们再好好聊，行吗？什么事情啊？缺钱是吗？我在二手网站上都看到那些东西了。你有事情你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你给我一个卡号，那些包包和首饰不都是你的宝贝吗？咱不能贱卖了呀！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当然就贱卖啊！我就这么喜新厌旧。我想帮你，我也错了吗？郝晨曦，我他妈要是想蹭男人就走蹭了，轮得着你吗？到底吃哪一套啊？
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儿吃饭啊？不巧，许耀约的我。那个苏怡姐姐，不好意思，我是真不知道你也来了。李念欢，你贵州吗？我听到了，听到了。来都来了，一起吃吧。进去。我出去接个电话啊！哎呀，过会儿就回来。苏总，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和徐总也在。没关系，正好一起庆祝了。这两天我们搞定了万家的谈判，合同也落实了。李总监会为我们高兴吧？嗯。特别为你们高兴。你说的话可要算话。什么话？啊，没什么，就是那场秀嘛。我本来想请明星的，但是于嘉恩保证说，按他的方案走，效果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我说话算话。香辣蟹，青椒土豆丝，辣子鸡。这个季节什么蟹？面包蟹。面包蟹可以吗？啊，所以你是不是喜欢吃醉蟹？是吧？有醉蟹吗？川菜馆里哪有醉蟹啊？选一家人喜欢吃的吧。过一阵子又要忙了，不过没关系啊，忙完秀的事儿。就可以好好休息了。你来点吧，你比较会点。好，我点。救救我！救我！没事，你就过来一趟嘛。那个苏毅和许耀都在，正好说一下你工作的事儿。哎，行行，那你要是不想来的话，那我先说一句行吗？啊，好。怎么了？你？哎，来晚了啊。你怎么来了？于佳，你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也来？我不知道啊。情况啊，我不就打个电话吗？怎么来这么多人？你也不看看你这电话打了多久？你想害死我啊，李念欢！本来是让他救我的，现在谁救谁还不一定呢。怎么了？他们吵架了？我怕他俩待会儿打起来。这么严重？不行，我得赶紧进去了。啊！恭喜恭喜三位老总啊，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今天晚上要吃好喝好，国庆。这个酒啊也特别好，是法国原瓶进口葡萄酒。徐总，我知道这段时间您是最辛苦的了，我们作为乙方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所以呢，今天你多喝一点，好好的回去睡个觉，明早起来呢，身价翻倍，互联网新贵。谢谢张总啊，你这商业吹捧有点过了。我们这行干的就是商业吹捧的事儿，我专业的。谢谢。慢慢喝啊。哎，苏总，你别起来，我一直想跟你说真心话。我特别喜欢你，人长得漂亮，业务能力又好，会做人，会做事。张总过奖。哎，于佳恩，你说我们苏总是不是最美甲方？苏总是才华颜值双打选手，我们帮陈墨迹。你什么时候也堕落成马屁精了？闭嘴。郝总，投资呢已经落定了，接下来我们会帮着发一轮稿，把消息放出去。万家资本呢是利好行业风向标，我们得让全行业都知道这个消息。那发稿的费用呢，算是我们公司友情赠送。张总真的是做业务的好手。
公私分明啊。那也没有很公私分明的，我们在对繁星的项目上向来都是偏心的。于佳恩现在都已经学会了，以前呢一些营销推广呢花了钱其实也没什么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利润大，我们就会忽悠客户啊，把案子给做了。可是徐总，你们不一样，你们的每一分钱我们都花出了远高于它的价值。那就谢谢张总了，也要谢谢于总监。来，今后的合作有劳二位了。来，我们一起举杯，恭祝繁星融资成功。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少钱，就在许瑶现在住那个破房子里。最初就我们两个人，他呀没日没夜的写代码编程序，我呢就去韩国寄我们的第一批衣服。我以前出差啊都是头等舱五星级酒店，就从那次开始，我背这个大的那个破麻布袋住最便宜的酒店，你还记得吗？苏姨，你今天喝多了，少喝点啊。哎，坐。你别拦我。对，我记得还有一次，我推着十几箱的货，然后呢因为太沉了推不动，我就错过了飞机。真的，我到了机场哇的一下就哭了出来，我去赶紧给他打电话，你还记得吗？你当时都要吓死了，还说要飞到韩国来呢。于佳，要不然你也说说当年跟我哥一起创业的那些事儿。我刚吃这个，我觉得特好吃，你尝尝。我跟于佳恩不一样，在我们最苦最难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那还不是因为苏总这眼光好，好的项目肯定不能放弃啊。难不成你还想说是因为我哥呀？对，就是因为你哥，我才不管是什么项目呢。我觉得许耀啊，他身上有一股拧巴劲儿，他做事啊，无论失败多少次，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我相信他，百分百相信他。我觉得张总说的对，我们苏总啊，他就是具有慧眼，跟我们徐总那儿天生的一对儿。可不嘛，徐总和苏总真的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啊。来，这一杯酒啊，我敬你们。话不多说，把我所有的祝福都给你。谢谢。祝二位大展宏图。哎，咱们俩聊聊吧。老陈实，遇到我这样的女人呢，换别人早就放弃了。我都不知道你图什么。就是他们容易放弃，才看不到最好的你啊。也许坚持下去，你看不到最好的我，反而看到最坏的我。走吧。哎，哥，你车不要了？跟上前面的车。好嘞。
吗？青青，你怎么都不接电话的？我在忙工作。人家已经找律师了，让咱们明天必须把赔偿钱打过去，否则就不接受私了，要把你弟弟搞死。小爱说，明天要是被起诉，他马上就去医院把孩子做了。江强不是脾气挺大的吗？他有本事打人，他就自己想办法去赔偿。青青啊，你不能这么说，要不是我们把他逼上绝路，他也不会走到这一步的。我发誓，真的，我这是最后一次了，你救救你弟弟啊，他不能去坐牢，里面生活很苦的。行了，我知道了。掉头了，掉头了，得跟紧跟吗？不跟了，送我回家。也许坚持下去，你看不到最好的我，反而看到最坏的我。这就是你最坏的样子吗？哥，您这手机一直在响呢。7002。走，送我回酒店。哎，好嘞。你什么意思啊？我可不是那种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男人，甭想再那么轻易的就把我给打发了。那天酒店的男的是谁啊？你得跟我解释清楚，我可是有原则的人。你有20万吗？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也没买房子，这个钱肯定有。那就好。你看我值20万吗？什么意思？哎，你今天怎么走那么快啊？我有话要问你。我喝多了，想睡觉。今天你在饭桌上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那么奇怪，什么叫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啊？什么叫把最好的祝福都送给我们呀？你什么意思啊？啊，就是希望繁星一切顺利的意思。我头晕，睡了。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在酒店开一间房喝酒哭，也没有人会知道。
痛苦这件事呢，你如果找另一个人分担，只会让痛苦加倍。你别转移话题。什么叫我转移话题？你想听什么？你是不是就认为我在你眼里就是那样的女人？你要真那么觉得，你现在就滚蛋。别，你就给我解释一下嘛。那个男的我不认识，他喝多了倒在我身上，我本能的就扶了他一把，就这么巧，你爱信不信。信，我信，你说了我就信。干嘛？我给你写个欠条，等发完年终奖，我就马上还给你。我呢，知道说让你不用还这个钱，你肯定会觉得我在嘲笑你，看不起你。张青，我一直想说，怎么才能更懂你？但今天我好像明白了，爱是要共同担当，你别总一个人扛。一个连我自己扛着都会觉得累、觉得烦、想要逃跑的家，谁愿意跟我一起扛？其实我就是那个最庸俗的人，因为我只会用钱去衡量一切。我是真没想到啊，在你对我那么不确定的情况下，还愿意给我钱。我40岁了，可能是最后一次心动了，钱买不来。你坐这儿，我给你倒点水啊。欢欢，嗯，怎么了？这一次是我欠跑了。行吧，你也不要怕，我给许瑶发信息了，让她好好照顾照顾你。别，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通过你的关系去繁星上班的。他们表面上照顾我，其实内地里面都该说我是吃软饭的。你怎么是吃软饭的？你出去上班，我在家里边，是我吃你的软饭。那给我加加油吧。加油！来，这回爸爸肯定被你抓着啊！别着急，别着急，抓着了，抓着了！哎，抓住了，抓住了！哎，嘟，哎，抓到娃娃了吗？阿姨，我遇到等你。跟我做什么呀？今天是我们学校的新年派对，你需要爸爸和妈妈一起出席。我妈妈说今天赶不回来了，你能不能也谢我妈妈呀？
雨都，我都说了，你要上班没时间，可他老是不依不饶的，就是不肯去学校。爸爸，那个于阿姨放假嘛？爸爸倒是想给于阿姨放假，可是要人于阿姨答应才行。行，我陪你去参加青年派对。赶紧谢谢人于阿姨啊！谢谢于阿姨。如果让我给现在在外漂泊的年轻人去贴一个标签，我只能想到一个词。职场很难交到真心的朋友，但是年轻人把大部分的时间都交到了职场上，回家以后只能看看剧，撸撸猫，把自己封印在沙发上。而我更希望我们线下概念体验店能够成为我们的年度会员在这个城市里另外一个家，通过定期举办沙龙，组织聚会，打造社交属性的繁星会员附加价值。那实体店是租衣服还是卖衣服？连租带卖，我们是会员的线下试衣间，但同时你看上了也可以买走。店员必须要参与妆发和造型的专业课程培训，让每一个店员都成为我们会员的专属造型师。也就是说，只有年度会员才能拥有实体店的入门卡。没错，如果你想进来，首先要成为我们繁星的年度会员。这是一个实名制的私人俱乐部。我更希望在将来，繁星会员会成为女性骄傲的身份属性，因此我们也要打造高端的配套设施。让所有的会员都购买年度会员，让会员可持续付费。其次，线上线下互相引流，多渠道用户增长，加强用户对于产品的粘性。刚才的游戏呢，小朋友们跟爸爸妈妈都互动得特别好，我们给自己鼓个掌好不好？好。这个游戏是我为妈妈画口红。妈妈平时上班呢，都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对不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有请小朋友们在爸爸们的指导下，给妈妈画一次漂亮的口红，好不好？好。好，我们现在开始。哎，露露，你看别的小朋友都画口红，多没创意。我们给阿姨画小星星好不好？把眼睛闭上，转过去。哎，回家了。不管他。好了。阿姨，我们拍张照吧。好啊。那我来吧。好。来。茄子。很好看哎，今天是嘟嘟学校举办青年派对，我陪陆总参加亲子活动呢。亲子活动，人家亲子活动你去干嘛？您好，女士，您找谁？啊，我找徐总，我们约好了。徐总，天天高强度会，有求你了，你放过大家吧，大家都挺累的。是啊，你这倒挺热情高涨的，充电一小时，续航一整天。我这年纪大了，我不懂啊。所以啊，
概念店就是要打造高端服务的，啊，集时尚设计和高端体验为一体。这个我跟郝山师都干不来，也只能靠你了。你看，你又有资源，又懂时尚，接下来你可能就得多多费心了。而且未来我们会在各个重点城市同步布局线下概念店。行，我知道，一听就知道是我的活。咱仨好久没一块吃饭了，要不然一起吃个饭？你们吃吧，我有约了。徐总，有人找。进。哥，我给你送便当来了。长夜慢慢传来遥远的呼唤，月光渐渐蔓延起伏的海面，我的心跳被波澜乱成一团，随着你的出现，神色淡淡，天光昏睡了一半，心态懒懒，全世界都在旁观，只有我的脚步在追赶，不知疲倦，我的心心念念。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我心已失守。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就被你猜透，拒绝紧随其后。神色淡淡，天光昏睡了一半，心态懒懒，全世界都在旁观，只有我的脚步在追赶，不知疲倦，我的心心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我心已失守。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就被你猜透，拒绝紧随其后。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我心已失守。I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